请掀开《无量寿经》，看第二页。第二品，德尊普贤第二。上一次讲到普贤十大愿望，那么讲了前面的三个。第一个是礼敬诸佛，第二个是称赞如来，第三广修供养。那么礼敬诸佛，我们上一次提到，你对于心性，要能够起舞，这才是真正的礼敬，不是在事相上分别取舍相的好坏大小，这些礼敬都不是称敬，都是有所对有所着的，那礼敬诸佛跟一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它是要跟心性相应，所以它才算是真正的礼敬。所以你的心量要大，你看菩萨的心量一即是多，多即是一，能令呢长劫入短劫，有劫入无劫。什么叫无劫呢？无劫就是坏劫，这个世界形成有成住坏空，这个无劫就是坏劫，那么有无可以相互极入，华严的用词叫极入，即是即心是佛的即，入是这个入门的入，有无可以相互契合，这是菩萨的心量。那能够开一念呢，为万年，收万年于一念，这是长劫入短劫，短劫入长劫啊，所以这是菩萨的心量，我们凡夫心量狭窄，能所相对，顺我意的呢，跟我比较好的，我就这个对他好一点，逆我的呢，就对他嗔恨，不光是你们的同事啊、朋友、同学。甚至呢，你对你的家人也都如此分别，哪一个小孩比较贴心，你就对他好一点，哪一个小孩呢，比较不贴心，你也心生分别，在里面呢爱憎取舍，虽然都是你的小孩，但是呢，还是有这么重的分别心。现在讲的偏心，这些都是学佛的问题，都是心不清净所造成的，所以为什么要讲礼敬诸佛，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当成佛，所以应当礼敬，乃至呢这些畜生类，你也应该礼敬，无情类你也应该礼敬，所谓物尽其用，就是礼敬这个无情，华严这个度顺和尚的玄复颂，我们刚才讲的菩萨的心量，这个偈颂里面讲的相当的圆满，他说若人欲是真空理，什么叫真空理呢？身内真如环遍外，
身内跟身外是同一体性的，所以叫环遍外啊。情与无情共一体啊，有情跟无情的同一个心啊，处处皆同真法界啊。啊，这个才是菩萨的心量啊。啊，不分别心啊，没有分别啊。啊，只用一念观一境，一切诸境同时会啊，你用一心照一切境界，一切境界就是一境啊，无分别的境界啊。这个天台讲叫一心三观照一境三谛啊，这是如如智照如如理啊，啊，这是境智一如啊，啊，所以是一念观一境啊，啊，一切诸境同时会啊，为什么呢？从心所现呢，啊，所以同时啊显现出来。你心没有分别，啊，这是我们常讲的照见五蕴皆空啊，啊，这是一切诸境同时会啊，啊，于一境中一切智，一切智中诸法界，啊，在一境当中啊，你能够啊，这个法般若的智慧啊，叫一切智，啊，于一境中一切智，啊，一切智呢，即是十法界，啊，即是诸法界。所以这个是菩萨的心量啊，不是我们凡夫啊所能想象的啊。那普贤菩萨的心量啊，讲到礼敬诸佛，就要有这样的程度啊，不能只在事项上啊，看到桌椅板凳啊拜他啊，看到狗啊，看到猫啊，你就顶礼他啊，他也是佛，这个都是着相啊。你对于道理能不能了解？不要着相啊！这个相当的重要啊！小猫小狗动物，你不要虐待它啊！要常常呢跟它结缘，怎么跟它结缘呢？拿吃的东西给它嘛！啊，最好的结缘啊！啊，不要吓它，不要恐吓它啊！尤其是这个年纪小的这个小孩啊，常常会虐待动物。啊，那你们做大人的啊就要注意啊，虐待动物啊，在学校啊抓昆虫来虐待，抓蟑螂来虐待啊，这都是童稚无知啊造杀生的罪业啊，这是非常无知啊，所以你们做家长的啊就要清楚啊。刚才讲到的于一境中一切智，一切智中诸法界，啊，一念照入于多劫，一念劫受一切，啊，一念啊可以展开成多劫，啊，所以叫照入啊。因为我们众生迷于过去、现在、未来，不知道这三世是一念，啊，但是菩萨知道了这三世啊是一念，所以一念呢可以展开来。啊，为三世，甚至为九世，啊，华严讲的九世一念，一念九世，啊，所以一念照入于多劫，啊，一念劫呢收一切，啊，这时间是所谓抽象的概念，啊，抽象的概念跟不抽象的概念可以合在一起，啊，叫一念劫收一切，啊。最后的十处帝王现重重，一切智通无挂碍。啊，他讲这个法界，啊，你的心量如同帝王珠一样，啊，第四天的罗网，啊，光光交映，重重相摄。啊，这法界是如此，我们的真心本性也是如此，啊，但是呢，众生着相，啊，你一着相，马上就，啊，此非彼，彼非此。能非所，所非能，啊，这都是着相而来的，啊，这是着相给我们带来啊无比大的害处啊，啊，所以连最基本的礼敬诸佛都没有办法做到啊，啊，所以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礼敬诸佛啊，啊，那你会礼敬以后，你才懂得称赞呢，啊，称赞不光是口称赞。三业
都称赞。什么叫称赞呢？赞扬法心。啊，你不要在文字上作解啊，诸佛是指事相上的，如来是指性上的。在华严没有这个观念。华严事就是理，理就是事。啊，这才是事事无碍法界观门。啊，法界观门事事无碍观里面讲的。啊，菩萨观事即是见理。啊，所以事事无碍。看到一切事相，事相上就是佛心，哎，所以你不用再分别诸佛还是如来，啊，都说得通。哎，那分别是善巧刻意分的，啊，如果你要刻意分别的话，那叫大乘，不叫一乘，啊，一乘事就是理，见事就是见理，啊，就像你梦中的境界，全部都是你的心所现的，啊，没有另外一个。做梦的心跟清醒的心没有，就是心所现的啊，所以这是一乘跟大乘不一样的地方啊。一乘是啊，就像禅宗讲的，在肉眼见到啊，在肉眼即凡身成佛身啊，这是一乘啊。下午讲的那首偈子啊。所谓啊，若人求佛慧啊，通达菩提心，啊，父母所生身，速证大觉位。啊，这父母所生的这个肉身，啊，即生成佛，啊，这是真正一乘了义啊，啊，这没有离开你的凡身，啊，这个是真正的一乘，啊，如果还分别诸佛，还分别如来，那这是大乘。甚至呢，啊，有的是全程，啊，那全程在解这个，十大愿王啊，讲的就不殊胜了，啊，所以真的是所谓的圆人说法啊，无法不圆，啊，有人讲的圆人说法无法不圆，那是巧辩，啊，真正圆人讲的所有法都是圆，啊，不用刻意来巧事。这法法皆缘，啊，所谓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啊，这才是真正的一乘了义啊！啊，所以称赞如来是称赞佛性，三业都称赞，啊，不是只有口业，啊，跟一般的赞美别人不一样，啊，都是随顺佛心，啊，比如说身。啊，行六度，你要知道身啊，以这个法性没有身心相啊，所以呢，常行精进波罗蜜。啊，法界呢没有身心相，所以行布施波罗蜜，啊，行持戒波罗蜜，啊，这个是一乘啊，啊，诸障存杂俱得门啊，你这样子做，这个六度就是一乘。啊，那你要是从事相上做过来，啊，虽然也发大乘心，但是呢是全教，啊是全，啊布施不是持戒不是这个忍辱，啊这是各个独立，啊，所以华严是修布施的时候，一切皆布施，一切法皆摄归布施，啊所以这个三业的称赞，啊跟一般的说法不同。啊，你不能把它混为一谈，混为一谈呢、啊，那这个普贤的无尽愿行啊就不殊胜了，啊，心量就不广了，啊，我们常讲的心量要大，啊，什么叫心量大？不是大小的大，啊，要没有烦恼，啊，要无碍，这个才叫真正的心量大，啊，就像刚才讲的这个玄复颂，啊，一念能入多劫，多劫能收一念。啊，一境当中呢，即是一切智，一切智呢，即是境，啊，境之一如，这个心量才大。啊，这个大呢，连包容的观念都没有，没有所谓的包容，因为全体即是，啊，这也不用包容了，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大心量，法尔如是。啊，那么第三个是广修供养，啊，你心量大。
称信，啊，你修的供养，啊，就是利益众生，啊，刚才讲的，啊，你的礼赞，啊，这孔生三业的礼赞，啊，行六波罗蜜，啊，那么饶益的呢，就是众生，啊，在一行当中具足一切行，啊，这就是广修供养。比如说念佛这一行，你心清净，离贪嗔痴，那么对于众生就是无贪无嗔无痴，这就是广修供养了。啊，所有的人接触到你，六道众生接触到你，啊，你都是离贪嗔痴，啊，甚至是破无明的，啊，那这个供养才广，啊，不是有对象的，啊，无所对的，啊，尽智一如啊。啊，所以普贤行你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去看，啊，你要是只在事相上看，啊，那你看得非常的浅，啊，没有深解意趣，所以你永远啊烦恼没有办法断，啊，错误的观念没有办法转，啊，所以刚才我们这样一讲，啊，大家就会晓得，啊，这普贤行，啊，为什么叫愿王。啊，所有菩萨要成佛都必须修普贤行，这个道理就是如此啊。对于心性要明白，对于心性的作用你要知道，哎，那么你在行这个普贤行的时候才能啊达到效果啊。为什么普贤十愿能够帮助你在这个这个一切财宝啊皆悉舍离一切眷属呢？皆悉善施的时候，啊，唯此愿王不相舍离，啊，于一切时处引导其前。为什么他称信呢？啊，那不称信不行呢，啊，你没有办法，啊，在这个生灭变化当中啊去救度众生的，啊。所以你能发普贤愿啊，这个不简单啊。啊，像每天的这个。早课啊都有发这个普贤愿啊，我这一天啊所有的行持要跟心性相应啊。那么后这个十条只是大略的说一下而已啊，啊这心法要抓得到啊，这个才是普贤菩萨啊，广修供养啊，上一次讲的啊，在事项上呈现的送法宝啊，啊，送这个经书啊，与众生结缘，啊，帮助众生学佛，啊，你不光是要帮助人道的众生学佛，你也要帮助畜生道的众生学佛。所以看到众生啊，这个畜生道的众生，方便给他受三皈依啊，啊，为什么佛门啊，早课晚课都要敲钟，要帮助鬼道的众生学佛？啊，所以为什么出家功德非常的大？啊，他每天都在做利益众生的事情，啊，名扬两利啊，啊，像寇中记啊，大家都会念的，啊，闻钟声烦恼清，啊，智慧长菩提身，啊，离地狱出火坑，愿成佛度众生，啊，按前那地也说好。啊，这个大家都懂了，但是你就要晓得，啊，这也是在修广修，在行这个广修供养，啊，这个很重要，但你的心要真的广，啊，不要啊，看到人家不好，啊，心就嗔恨了，啊，看到人家哎善了，心就欢喜了，啊，你的心都是心随境转，但是呢，虽然不随境转，能不能分别善恶呢？可以。啊，黑白分明啊，这就叫做智慧啊，啊，这叫了了之啊，啊，无一物啊，啊，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供养，啊，这供养啊，一切供养当中啊，啊确实是如说修行供养为最啊，啊，所以像你们念佛，啊，一定要好好念，啊，不要偷懒，你偷懒没有好处。
你对于心性没有办法切入。我们要自己反省一下，有没有能力参禅，有没有能力学教，或是修密，还是持戒。如果都没有能力，那还不念佛，可以说是无药可救，没有法门可以救你出轮回了。如果再不好好念，还要懈怠，还要喊辛苦，还要喊累，那出不去。也许很多人他并不了解轮回是怎么一回事，可是这轮回毕竟是有。你初学佛，乍听之下，也没有办法明白，这需要一段时间。有些人讲，他说我等到我明白道理以后，我再来念，来不及了，那烦恼已经除不掉了，所以你现在也不要管这么多道理，这就是你心清净，你老实啊。没有这么多妄想，听到净土法门，你就能够相信，你就能够接受，就像这个具行法师一样，他听到念佛法门，他就真的接受了，那么就努力的念佛。用功修行，其他的什么他都不想，最后有大成就那么这就是老实所以你对道理不懂没有关系，你先念，念久了你业障就消，不要只在佛堂念出了佛堂一定要念佛。为什么这个道场跟你们结缘这个念珠就是要提醒你们要念佛。你们如果忘记了看到念珠你就知道要念佛那还有警觉性更高一点的看到同事的念珠同学的念珠你就能提醒自己要念佛，不要忘记这佛号不要离开你的佛不离口你常常这样用功，你的业障真的就会消掉，业障消，智慧必定打开所以他这个智慧不是一下子开的是你业障渐次消弱日积月累的功夫这个功夫我没有办法帮你们我们顶多就是把经典的道理给你们讲出来，给大家正确的观念就是如此而已那至于修行呢全部靠自己没有办法靠别人，你要靠阿弥陀佛他也没有办法他要是有办法的话他早就把我们带走了这修行这件事情就像这个吃饭一样每一个人吃饭，每个人自己的感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所以没有办法去代替别人修行有些人会迷信法师你帮我加持我帮你这个你帮我回向那个顶多做一个真上缘没有办法对你造成有巨大的改变巨大的改变所以修行在个人不要怕累，不要怕辛苦，念佛刚开始确实会不习惯那么会打瞌睡会很想睡觉我们刚开始念佛的时候也睡这个是无始劫来的业障
每个人都有，也都会睡觉，啊，但是呢，我们有听经懂道理，知道这个叫做昏沉，啊，昏沉呢，你的心就属于昏沌的，啊，佛号呢，这个正念呢就散失掉了，啊，所以就赶快醒过来，啊，警醒，好，那对治这个昏沉。所以不要想说啊，我昏沉啊，我就让他睡，不对，啊，听经会昏沉，啊，那个都是业障，业障没有消，啊，你的业障消了，你听经不会想睡觉，啊，至少你在听经的这个昏沉感，啊，没有了，啊，那么还有听经还有另外一种昏沉感，叫听错了，啊，那个也是昏沉感，啊，你以为不睡觉就没有昏沉感。听错了，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啊，一座经听下来抓不到重点，那个就昏沉感了，啊，像这个菩萨啊，他们真的就没有昏沉感。你看这个《楞严经》怎么来的，啊，龙胜菩萨，龙胜不是龙树啊，龙胜，龙胜菩萨到龙宫去，看到这部《楞严经》啊，很好，哎，觉得有办法利益这个阎浮提的众生。他就把它背下来，在龙宫背楞严经，背下来看过一遍他就记得了，出来默写，啊，在这个世间流通，就是菩萨没有昏沉啊，记性特别好啊，啊，所以你透过修行，你的昏沉感会越来越少，啊，你的这个心的力量会越来越大，啊，乃至于有他心通。啊，或许知一人之事，啊，或许知多人之事，乃至知法界之事，啊，像圆觉经讲的，啊，这个娑婆世界下几滴雨，你都知道，这就是昏沉越来越少，心越来越清净，啊，都是透过修行得来的，啊，不是听道理可以证得的，啊，听道理没有办法，我知道很多同修啊都很喜欢听道理。除了做法会的兴趣以外，另外的兴趣就是听经，啊，可是听经没有用，啊，为什么呢？你要转，啊，听了以后你要转，啊，你不能啊听听啊道理是如此啊好听，啊法师讲的有道理佩服，自己心里面虽然有话，可是说不出来，啊你佩服佩服没有用啊，啊。法师就算再会讲也没有用，啊，不但对你没有用，对他自己也没有用，哎，为什么？的修行要靠自己啊，这才是真正的供养，啊，是真佛弟子啊，啊，所以念佛可以对治你的善乱，对治你的昏沉，啊，你的这个善乱心啊，调举，啊，就是达妄想善乱到处攀缘，啊。要是对治过去的话，啊，那就是般若智慧啊，啊，转过来了，啊，一接触就明白，什么事情你一接触就通达，哎，就像舍利佛一样，啊，七天内就通达佛法，这他妄想很少，所以他一根特别利，哎，啊，所谓心见发光啊。啊，光极之见啊，那这是舍利弗啊，他的就是妄想非常的少，知见非常的少，啊，所以他有这样的力量啊，那是他的一根啊特别力啊，所以这个昏沉跟调举啊，在念佛当中你都会出现的啊，你不要随顺他。啊，你随顺他，你跟着他跑了，那你对治的机会就没有了。啊，为什么讲烦恼即菩提？啊，我们且不讲生的，啊，就讲烦恼现前的时候，你愿意去转，这个烦恼就变菩提。啊，你要是不愿意转，它还是烦恼，而且呢，会变成更大的烦恼。怎么回事呢？啊，唯识宗讲的，种子起现行。现行熏种子，
啊，你心里面啊，这个阿赖耶识啊，有这个啊种子存在里面，它每天都在妄动。哎，那你的六根呢？攀缘六尘境界啊，攀缘六尘境界啊，这是向外攀缘的啊，境界在变化，勾引你的这个欲心起来啊，勾引你的烦恼起来。那么你里面的种子又在妄动啊，那种子这个被这个外境啊引发出来的种子就起现行了，起现行你的身业就造作了，意业就动了啊，那口业啊就跟着犯了啊，这身口意啊三业，那么三业啊作动以后啊又变成种子啊，这个又回存回去啊，存在阿赖耶识里面啊，那这个种子又在那里妄动啊，那种子就习气啊啊，都在你心里面在存动了啊，随时随地啊都在存动，只要一遇到这个啊跟他有相应的缘，他马上就起现行啊，所以你随顺你的烦恼啊，你的烦恼只会越来越强烈啊，随顺贪嗔痴的贪嗔痴会越来越强啊，你不随顺他，你用佛号对治他啊，那这个种子啊，这个习气啊就会转化啊，因为它当体即空，了不可得啊，你真正修行是广修供养啊。那么第四个，忏悔业障啊，这业障你要会忏悔，怎么忏呢啊，现在很多拜这个梁皇忏啊、水忏啊、大悲忏等等的，这些忏本的内容都非常的好啊，问题是你要会忏啊，所有的忏本的内容啊，无外乎这首偈子啊，大家都会念，罪从心起将心忏啊，这句话大家都会，哎，你都认为知道啊，你都知道自己会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就落这个啊意识啊，就落种子啊，那么罪从心起的将心忏，可是不知道什么是心呢？心在哪里啊？啊，楞严讲的心目为咎啊，啊，你今天为什么会变成众生呢？就是你的心在攀缘，这目就是六根啊，啊，代表六根的意思。六根里面呢，啊，它举眼根啊做代表，其实是包含六根，啊，你的心在妄动，六根在攀缘，所以佛这个阿难啊说心目为咎，啊，那么让你成就的也是心目。啊，也是你的心跟你的六根啊，所以这要知道 啊，那问题是心在哪里？你用攀缘心当作是你的心啊，那这个心这个罪就除不掉，常常在造罪，这就是《圆觉经》讲的虽勤精进真义足兵，天天在用功在读经啊，早上做早课念楞严咒啊，或是念这个弥陀四十八愿啊，晚上呢啊就来忏悔今天啊发愿完以后造的罪啊，那等于没忏啊，等于发空愿啊，晚上不是都念三十二到三十七品吗啊，忏悔，你要是啊白天不造罪，晚上这个三十二到三十七品就不用念了啊，为什么没有造罪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懂道理啊，你知道不要随顺攀缘心，攀缘心不是你的心啊，你的心到处攀缘，到处造业啊，碰到人啊，碰到同事，到处讲是非啊，讲不光讲自己的是非，还讲别人的是非啊，碰到这个这个邻居啊，到处啊说人长短啊，说三道四，这就是攀缘心的啊，叫你静下来不愿意啊，静不下来啊，啊，来道场念佛念半个小时你就全身不对劲，为什么？那就是攀缘心在躁动了 啊，所以罪从心起将心忏
啊，这心在哪里？你要知道啊，不要任妄为真啊。啊，你把这个妄心空掉的时候，啊，心若空时，罪亦亡啊，造罪的根空啊，造罪的根源没有了，心若空时，怎么空呢？啊，化空它。啊，知道你了解实相，啊，你知道了，啊，这个妄心不可得，不随顺，啊，刚开始勉强，啊，甚至呢，啊，只这个习气现前的时候，你只能将它暂停一下而已，啊，不到一分钟，马上习气又起现行，啊，嗔心难伏啊，贪心难伏啊。这习气啊，所以这贪嗔痴慢疑叫无钝使啊，钝是什么？难除的意思啊，啊，愚钝啊，啊，难除啊，啊，这贪嗔痴慢疑习气重啊，啊，这无钝使啊，那知见好除啊，这无力使好除啊，比较容易断掉啊，无力使错误的知见。啊，错误的知见你听经可以转，啊，但是呢，这个业习要透过修行不断的磨练它，它才能除掉。啊，你知道这个业性本空，知道这个无明本空，啊，你知道你众生的心本来清净，啊，知道这个在打妄想的不是我的真心，啊，你知道了，啊，那还出不来，啊，提起佛号不随顺它，啊，它当下就消亡。啊，最后这个佛号这个方便也把它舍掉，啊，那你就见性，啊，你就真的叫打开本来，啊，这是实修的过程啊，啊，这是真实的功夫啊，啊，这不是这个我们啊，这纸上谈兵啊，啊，是真刀真枪，啊，修行是完真的啊，不是。闲话说一场，啊，那么你把这个造罪的根除掉了，啊，心若空时罪亦亡，啊，心亡罪灭两俱空，啊，这心也亡了，罪也灭了，啊，能造的心灭掉了，所造的罪当然就空了，啊，这才叫做真正的忏悔业障。啊，你要从性体上去忏，啊，不是只有从事相上，事相上那叫事忏，啊，事忏要能打理，啊，叫这才叫真正的忏悔，啊，你不能只停在事相上的忏悔，啊，事相上啊跟佛菩萨忏悔悔过，啊，这个是必须的，啊，那理性上呢，你也要知道，啊，这个过失本来性空，啊。本来没有啊，我今天迷失本性啊，应当生忏悔心啊。我们迷失本性，迷失了佛性，造作不觉之事啊。佛性是觉啊，迷失了以后，你做的事叫不觉啊。所以我们今天闻佛法啊，听大乘啊，知道这个怎么个忏悔啊，知道这个心性本质清净。啊，这个罪性本来空寂，所以后不再造，这才是真正后不再造啊！啊，前念起时，这后念不相续啊，不搭上去，哎，这个才是后不再造啊！啊，那怎么令后念不起呢？那造破它，啊，那就能令后念不起了，啊，哎，这个才是真的。真正的忏悔，忏悔业障，业就是这个我们讲的行为啊，啊，三业的行为，身的行为，口的行为，意的行为，啊，是造作之后，啊，给我们啊，这个应该是造作之后啊，障碍了我们的佛性，叫业障，啊，那么你把这个三业啊。这能造的心啊，把它化空了，关破了，
啊，或是念佛念到它断掉了，啊，那这个业障就消掉了。啊，所以你们常讲消业障，啊，要真正消啊，这忏本里面都有教，只是你们不会而已啊。啊，不是说做法会不行啊，做法会当然可以啊。啊，那你要会忏，这业障才有忏掉。啊，我们没有做法会，但是我们没有反对做法会啊。啊，你做法会很好啊，啊，可以帮助众生。啊，那么众生受不受帮助呢？啊，那要看他自己解不解其中的道理。啊，不是你去啊拜个忏，这样业障就忏掉了。忏掉了没错，哎，在拜忏的时候忏掉了，回家又开始了。啊，所以在道场大家都是菩萨，回去每个人都是罗刹。啊，为什么？那缘不好啊。哎，刚忏完是菩萨，啊，回家呢，哎，一看到小孩，啊，马上就开始嗔心就起来，啊，你这个没做好，那个没有做好啊，啊。嗔恨心起来，啊，这变成罗刹，啊，所以这就要清楚了，啊，哎，那隔天呢？哦，那就不得了了，变鬼王了，啊，本来这从菩萨这退成小鬼，啊，小罗刹，隔天呢去上班变大罗刹，啊，尤其是有的当主管的，啊。所以这个都要注意啊，这个都是在漏失你的功德啊，所以这末法缘不好就是这样啊，你的工作都是浮躁的，没有办法让你的心安定下来啊，所以你的烦恼很难调伏啊，一遇到境缘马上就转啊，就被烦恼转啊，真的像达摩大师在安心法门讲的一样啊，迷时色色事啊，这是被这个色所牵引了，啊，被境界转了，你的是心，啊，你的心，心就是是，是就是心，啊，被这个境界转，嗯，迷惑的时候，啊，所以你忏要忏到底，啊，不要只是在表面上，啊，有一些人呢，哎，忏悔呢，啊，是假的，啊，假的忏悔。他这个忏悔是口头忏悔，啊，只是为了呢，不要被骂，啊，所以他是啊忏悔啊，对不起啊，啊，或是想逃避责任啊，这个忏悔是假的，啊，他下一次啊还是会如此，啊，所以这个忏悔很重要，啊，你有忏悔心，你才有惭愧心，啊，这惭是对自己啊，愧是愧对别人的。惭愧是善法，啊，人的这个善心所太少了，只有11个，啊，那恶心所有26个，啊，根本烦恼6个，随烦恼有20个，随烦恼就是随着根本烦恼起来的，啊，叫随烦恼，啊，随着根本烦恼带起来的，啊，所以这个众生呢。烦恼习气确实重，啊，那是因为迷惑颠倒啊。啊，你要是觉悟了，啊，那就这个善恶俱明，啊，所以这第四个忏悔业障，啊，第五个呢，广修供养，啊，广修供养是不是啊？拿钱出来就广修供养了，啊，只是一种，啊，你要在。这个捐钱布施当中，啊，你有没有带贡高我慢的心？有没有希望众生来恭敬你啊，来赞叹你啊？有钱啊，有福报啊，啊，无人能及啊，啊，贪这种啊赞叹，啊，就花钱买赞叹，哎，这个就不是广修供养了，啊，那这个供养就修的不广了，啊，不是真正的广修。啊，要记住，它是广修供养，称性的广修供养。啊，那广修供养，要不要见到对象？不一定。啊，像你们啊，
看到这个道场啊，出家人在出食啊，供养啊，上供十方佛，中奉诸圣贤，下集六道品啊，等是无差别，这个就是广修供养啊。所以为什么讲的出家的功德殊胜就是如此啊？啊，天天跟众生结缘啊，啊，拿这个辨识跟他结缘啊，那么这个啊拿佛法跟他结缘，甚至拿自己修行跟他结缘啊，他是依止正法修行啊，把他的经验啊，把他的这个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啊，希望众生呢同证菩提，同成佛道啊，这是供养。那还有包括供养诸佛如来啊，供佛，像你们啊拿到这个新的食物啊还没有吃啊，不要忘记了啊。有人说那是受菩萨戒才需要，我告诉你们，佛弟子都需要得心时先供佛啊。那受菩萨戒是特别要求啊，那佛弟子的应该要知道啊，新的食物，甚至呢新的这个药啊，新的药啊，去买了什么补品啊，啊，人参啊，啊，这些的灵芝啊，啊，这些补品啊，拿回来先供佛啊，乃至你吃饭的时候都先供佛。所以这个佛不一定是在你面前啊，但是在你心里面，你心里有佛啊，那是广修供养啊。啊，佛弟子得心时要先供佛，啊，乃至供菩萨、供出家众，啊，供三宝，啊，那你没看到出家人怎么办呢？啊，只要是不会听的，啊，在家居士要起烦恼了，啊，我吃饭还要找出家人一起吗？啊，啊，那这个就不会听经了。啊，昏沉盖没有除掉了，啊，还在昏沉呢，啊，不是的，啊，这三这个菩萨就是身，啊，你的心意到就到了，啊，所以为什么叫这个在吃饭以前啊，供养佛、供养法、供养身，广修供养，啊，供养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六道十法界。平等供养，哎，为什么同一心性啊？啊，所以这佛门啊，祖师大德定下来的规矩啊，你去遵守，其实就是行普贤行啊。有的讲起来非常的基础啊，啊，像礼敬诸佛，你到佛堂来守佛堂的规矩。啊，这佛像就代表诸佛，啊，出去呢赞叹道场，赞叹佛法，啊，告诉大家学佛的好处，这叫称赞如来，啊，都是啊，啊，所以啊，看似简单，但是呢用心不同，啊，用心不同，啊，那你所得到的果报也不尽相同。如果啊，你只是啊没有发心啊，想说啊规定是这样子，好吧，那我就只好啊就这么做啊，进来佛堂啊没有办法规定了，看到佛像问讯，看到法师要合掌啊规定了，有的人还觉得很麻烦啊，现在的人比较无理一点啊，还说法师傲慢啊，那这个就没有办法了，他不是来学的啊，你恭敬三宝。你有你的福报，啊，你有你的功德，这是修自己，啊，不是修别人，啊，人家不愿意修，你可以劝他，他如果真的不肯修，不肯学，那就算了，啊，这个要清楚，啊，所以广修供养啊，你们得心时先供佛，啊，甚至呢，你可以观想，做观。遍供一切众生，
希望众生禅悦为实，法喜充满。这个供养就大了。所以呢，这是第五个，广修供养。第六呢，勤转法轮。这勤转法轮，这受过菩萨戒的或是读过戒经的，你就知道了。四十里内有法师讲经说法，你就要来听了。我相信有很多同修都住在附近，也都住在台北市，这都是四十里内开车很快就到了。可是你们就是不愿意勤转法轮了，所以我们只好自己转了。那法轮常转，没有人请，自己转。法轮是什么？不是法轮功法轮是佛教的这个标志象征，轮是什么？有碾碎的意思可以碾碎，以法为轮，可以碾碎你的邪见，碾碎你的知见这是法轮的意思还有法轮讲的你看这个轮是圆的当中这个心圆心不可说有，不可说无，缘起性空之用，所以无智亦无得。这是般若智慧这勤转法轮是这个意思你要去听经听了以后呢，这个经要记在心里面无量寿经讲的信解明记法藏比丘信解明记悉皆第一他学佛是真信，解是真解明是明白，而且呢记是记住，不会忘掉那不忘你就能够受用上一次讲的这个学佛你经典记不住听经会忘记或是听不到义理，只听事相，这些都是过去生有业障，或是这一生有业障你们都要赶快印经去忏悔多行布施印诵法宝自己印，或是呢帮忙赠送你自己要是开店你做得了主准备一个这个小书柜客人来跟他结缘那你要是做业务的你就带几本法宝在身上看到呢有因缘的就跟他结缘或是身上带小佛卡就跟众生结法缘这可以消你过去生或是这一生障碍人家听经闻法的这个重业这个很重要不然听经听错的人太多了看经典看不懂人太多了在当来辩经讲到的这末法聚斗不是以上着下以下着上解错了还自以为是这是当来辩经的甚至呢以杂碎智比日月之明自己愚钝没有智慧还认为自己很能解很懂这叫杂碎智比日月之明那就坏了那就非常的糟糕所以勤转法轮就是你要去听经你要请法师说法还有呢向同学同见同参请教佛法不光是请法师那如果有佛出世不过我想你们这一生遇不到了有佛出世你就要请佛讲经要供佛
啊，所以像释迦牟尼佛出世，啊，这个天人他有神通啊，啊，大梵天王请释迦牟尼佛住世，啊，不然释迦牟尼佛要入涅槃了，啊，因为他成就了，他看到一切众生，啊，没有因缘学佛啊，也没有人来请啊，啊，那他就涅槃，所以他是请佛讲经，啊，那佛能够住世，能够讲经，就能够帮助一切众生，啊，破迷开悟，啊，那你这个功德就非常的大了，啊，那如果佛不在世，有人能讲经，啊，你不要管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讲的是正法，依的是古德，啊，你都要请他讲，啊，即使呢，啊，他是你的仇人，啊，他修理你。你也是要好心请他讲经，哎，这才把我放下啊。然后呢，要供养法师啊，尽自己的能力啊，这个都是学大乘的啊，这是真的把我放下啊。那当然更不能毁谤了啊，你要是毁谤大乘的法师啊，你去看看。大乘经上讲回谤大乘的果报，啊，不要说你们了，文殊菩萨过去生就是回谤大乘，啊，他的罪报凄惨，啊，没有办法形容啊，啊，他回谤大乘，他学小乘，啊，以小谤大，啊，所以要知道要清楚，啊，那么有的人会想说。啊，有一个疑问，啊，这法师也没证果，啊，你请他讲，请他讲经能听吗？他怎么知道如来的境界？这是大家的问题，啊，也有人来问过我，啊，《华严经》就有回答，啊，释迦牟尼佛讲的，啊，他说，其人戒行虽累劣，啊，这个人没有戒恨，没有得恨。啊，行为虽然不是很理想，但是善能说法利多人。啊，他能讲经，能说大乘，能利益众生。啊，他善说法，善说大乘，善说一乘，只是他习气重，还没有气入。但是呢，他终究会气入。啊，众生也会因为听到他讲经说法，啊，种善根，啊，甚至有大成就。那你就可以请他讲，啊，你就能供养他，啊，后面，啊，释迦牟尼佛讲的，若有供养世人者，啊，你供养他，啊，护持他，啊，则为供养一切佛，啊，跟供养诸佛如来完全一样的功德，这是《华严经》里面的经文啊，啊，戒行虽然累劣。啊，有时候会犯戒，啊，有时候呢，啊，不小心，啊，毁犯，啊，或是，啊，这个，啊，有一些啊你不满意的地方，啊，但是你能够护持他，啊，因为他善说法，啊，你供养他等于供养一切佛，所以你们不用怀疑，啊，真正能讲经的，啊，无论是在家居士，无论是出家人，啊，你都去护持，没有问题。你不要怀疑，他讲的是正法，依的是经典，啊，所说的是实相之理，啊，不谤大乘，啊，小乘也可以护持，啊，没有问题啊，啊，这都是修自己的平等心，啊，那如果啊碰到这个毁谤正法的啊，你要不要理他？你不要理他，啊，你自己知道啊，你要往什么地方去，啊，你要怎么样来修行，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是勤转法门。啊，刚才所讲的这个勤转法门是对外啊，那你自己里面的法轮也要转啊，啊，对内法轮也要转，把自己的错误之见给碾碎。啊，使佛法常在你的身口业当中运行，这就叫勤转法轮。啊。
那再讲的更贴切，佛所说法即是，就是讲我们众生本来的面目、本来的心行。啊，我应当如是表现。啊，口不造恶，啊，身呢啊不贪欲，啊，意呢不乱思，啊，不乱想。啊，所谓身语意业不造恶，不恼一切诸有情。啊，这个都是众生本来的样子。啊，以般若智照一切法皆空啊，正念观之啊，毕竟空啊，啊，无义苦行当远离啊。啊，这个都是我们本来的样子，本来的心情。啊，这你能够表现出来、展现出来，这叫情转法轮。啊，这十大愿王啊，说实话，啊，我们讲的这些都只是啊大海当中的一小滴水而已，啊，不是真正啊像这个普贤菩萨的行愿一样啊这么广大，啊，只能够说是略说少分，啊，但是少分之水呢，哎，一滴之水。与大海之水水性是一样的，啊，所以你从此弃入也没有问题，啊，但是不要只听事项上，啊，以为，啊，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做到了，啊，还有更深入的，啊，整部华严经其实就是在讲普贤行的，啊，非常的深广，啊，我们只是，啊，略举，啊，这里的众生少分听得懂的啊，让你们啊稍微呢啊体验一下，啊，大概知道，啊，实在是这个啊愿行深广啊，不是我们凡夫啊所能及啊，真的像法藏比丘所说的啊，思意宏深啊，非我境界啊，这个只能略说少分。那么这个普贤啊十愿啊，这一次讲到的是第六愿啊，下面呢我们下一次再接着说。啊，今天时间到，好，我们就讲到这里。